把它点开就可以了。 直接点击就可以了。要需要特别的配置吗？特别的配置，等一下，就输个 IP 地址。 属性 ，IP 4属性，使用下列 IP， 然后填这个数就可以了。点确定，关闭，然后打开电脑，它就可以连上机了。这里显示绿色就是连机成功。哪里绿色？这里吧。就这个地方是吧？啊。 排线朝右，然后默区的顺序是K C M Y，K C M Y， 对，从左边开始，左后脚开始， K C， 从哪里开始啊？左后脚，这里开始是吧？对 ，K C M Y， 不是，这个是 Y，K， 那你先指一遍 ，K C M Y。K C M Y， 要交叉叉是吧？对，这个是彩，这个是白。然后装机的时候。